因为我们家里很多人要来吃饭，所以你面给我拉长一点。有圆的，有扁的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吃细的。圆的也可以吗？可以。很好，谢谢。要多长您自己说啊。好，谢先生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 好 Hello， 哎妈，是我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晚上不能过来，今天晚上有 big meeting， 我需要 prepare。哦，那你记得明年回来哦。祝你生日快乐啊，拜拜。见。 Thank you.